先感谢一下大家礼物，只是舞台上的男朋友，王先生还没有男朋友啊，还在等，等有没有这个缘分找到我的一生中绝招。没有，我没有唱这首歌，唱过客送给你们。很甜，那你干嘛？出现我身旁的夜水，是命运开的玩笑。不敢太靠近你的身边，怕你会想我之后一个人过不完。哎呀，这不是我前男朋友吗？
这不是四行字吗？四行四条线，唱出你的心声啊！唱出你的心声啊！完了，没电了，我这个。有没有充电宝？温孝伦唱歌的时候，我还没出生呢。我这样说好，我化妆了，化了，没有了。化，没毛病。不是，他的名字之前改成为雪儿的男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他的名字之前改成雪儿的男朋友。有没有？有，我没下。有没有？没线哦。这不是要？为什么？这个是你家出的出产的吗？这个是你家出产的吗？这应该是你家出产的哦。没有啊，没事啊，可以啊，这可以啊。哎，吃快了不？啊，行。又来了，做事。之前不是你叫我改的吗？我们家里改你可以不改呀，对不对？还要唱什么歌？还有最后两首演唱的歌曲。没有你陪伴，哦，真的好孤单。为什么会有人点这首歌？为什么会有人点这首歌？要走了吗？对啊，约了吃，一起吃饭。我还没吃晚餐呢，还没吃晚餐。下午是11点多，我们刚刚吃东西是多什么时候？啊，12点多吃了，然后都没吃，到现在都没吃。我可以点一个吗？你要点什么？四条线。四条线，你要点什么？让榜一点了，榜一不写。榜一的话，肯定点那个什么青藏高原什么鬼的。还不要让他点，你点什么四条线？你先讲讲，你要点什么？刚刚唱的那首歌名叫《过客》，你又要点啊？王夫人，你点嗰啲歌我惊唔识唱。啊，王夫人，你想点咩歌？我来一首俾王夫人，一首俾榜三。你的歌，我的歌会唱啦，我的歌在下播的时候会唱的，我的歌在下播的时候才唱的。王夫人点什么歌？我要听听海。行，你听完之后你等一下给我跳行不行？啊，听海，王夫人点。不要，这个不算。跳海送给我王夫人。我的歌是条件，我的歌的话，你再等两首歌就知道了。然后还有没有人再要点什么歌了？哎呀，你莫使我感冒，我喊真啊！你莫使我感冒，我喊真啊！来，跳海，而不是听海送歌。四条线大哥，你再想一首，我的歌肯定会唱。就这一颗心，整天都比不
今天是我们的生日，今天是我们的生日，生日快乐！
天不用讲话了。啊，明天不要见到，不用见到我了啊。明天不用见到我了啊。走啊！明天不用见到我了啊！几点下播？快了，我唱完最后一首歌就下播了，这就要走了。播快的段子有，有。每天在外面直播都那个啥。我跟你讲，明天我还要做嘉宾。明天我还要做嘉宾。明天我还要做嘉宾，小东那个留在那个酒吧，他今天没回来，他刚刚有出现在。最好多少？我多少？我空海这种，空海入另一个另一个 part， 跟住就喂，点解我哋同款嘅？我们同款咧，我们同款啊，干啥呢啊？怎么？完了，完了！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是不是看到我直播然后你偷偷看你吗？一直偷偷看，默默的关注我。神经病。然后最后一首我觉得唱歌就送给你们，欠我了。你噶嘛？你嗰啲出嚟喎，我呢边听过嚟噶。我明明见到系你嗰啲出嚟喎。你嗰度何事啊你？我明明见到喺条群入边出嚟。没有啊。好。老板。最后一首雪儿的原唱歌曲《过期的可乐罐》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喜欢。然后感谢今天在麦序上的所有朋友啊，然后谢谢你们点亮，谢谢你们来我直播间听歌。要是刚刚唱有就每一次都是每一次唱有什么唱的不好的，然后说错话的，请全体们。然后我不会讲话，我真的不太会讲话，我就只会唱。然后最后一首我自己也原唱歌曲送给你们，直接讲完啊。过期的可乐罐，希望你们喜欢。
很辛苦，但是同时也你们听得很幸福就可以了。